我哋今日去波流啊，但系我哋要去嘅唔系沙面啊，我哋喺沙面对面粤海关总署。今日嘅视频系有啲震噶，其实因为手机问题啦，不过唔紧要啦，下一期应该唔会震噶啦。好 ，trust me。过咗桥就系我哋要去嗰个波流啦，但系我哋系唔系去波流嘅，喺电梯搭唔搭到？哇，搭唔到，落去啦！我哋依家就要去马路对面嘅，睇下风景。廣州是有觀光巴士搭的，它可以車你去不同的景區景點啦，咁我覺得，但係我覺得比較貴的是30蚊一個人嘅。但對於有錢人嚟講咧，其實對於第一次嚟廣州的人嚟講咧，30蚊我可能覺得 OK 啦，反正你都不識廣州嘅，你又不知道去邊喎，不如。俾30蚊搭下嗰啲雙層巴士睇下，咁我覺得幾好嘅。等陣如果有雙層巴士嘅話，可以拍一下俾你哋睇。有呢度都幾多房客人，我又捉到兩隻鬼佬。就是在广东海关总署，好像是就是这栋建筑，看不看海关旧址啊。树真系够大棵，我哋去中间同佢影翻支，影翻张靓仔相先。其实依家上午10点几啊，差唔多11点，真系好热啊！唔系讲笑，我已经飙晒大汗。幾莊嚴下啦，有啲歐洲建築嘅風格嘅味道。Cool，OK，我哋行下隔離呢間啦，呢間好似中西結合嘅風格咁樣，好似不倫不類。唔好講俾店主聽啊！繼續行啦！我其實呢度係可以搭船嘅，見到前面係有一個好，即係好似把遮咁嘅建築帳篷，然
之後好多人都排隊，隔離有隻船喺度。如果冇估錯嘅話，應該都係可以搭船去遊珠江。但係好似日頭遊珠江咁咯，咁好遊嘅啫。我未搭過，我唔知啊。我呢度都有好多歐洲風格嘅建築咁嘅，所以我哋先睇下搭船。人喺度先啦，咁熱嘅天氣喺度排隊，真係好佩服佢哋啊！好，黃沙方村。哦，睇唔睇到？呢個就係30蚊一個人嘅雙層巴士，觀光巴士啦。哇！好酷咧，我都覺得係好想搭啊！哦，呢個係郵政博覽館，郵政博覽館我第一次見到，好似唔似中國建築咁嘅。哦，一係呢邊沙面咧就係即係嗰時，我就唔知道，我就估啦，估俾你哋聽下。可能呢邊外國人多，可能呢啲應該就外國人留落嚟嘅歷史遺物啦。咁然之後咧可能係中國收翻嚟啦，然之後咪變成中國人嘅嘢咯。裏邊仲有嘢睇嘅，但係我唔中意睇集郵嗰啲嘢嘅，所以我就唔去睇啦。我睇下隔離。仲有一樣嘢咧，就係喺啲博物館裏邊，一般嚟講可能係唔俾影相，所以。如果你去影相嘅话，我觉得好似唔系几好。虽然大部分嘅游客都系喺度影相，然后呢个系咩建筑？南方大厦酒店。現在就行完一片啦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可能去對面行下啲居民樓啊，叫做波樓，聽你個名我都覺得可以去一下。我哋點過去馬路對面咧？哇，衝直撞，覺得OK， 我喺嗰度過去啦。車比較少車嘅可能。本地都係共享單車。我哋好似唔使行過對面，直接喺嗰度行過去都得嘅。但係我哋已經行咗呢邊啦，所以都係行下啦。正大樓嗰度啦，王子貴婦，好犀利，好犀利！但我唔中意人吹人，犀利關我咩事？
嗰個車，係啊，佢就 miss 咗嗰個斑馬線，我哋斑馬線喺嗰度睇睇。我依家就要行橋行過去對面咯。OK， 睇海邊風景啦。我哋一轉一下就過去咗啦。準備三二一。所以我哋依家就係喺波流附近啦。我哋依家喺波流附近。因為波流呢其實是一個民居居民居住的地方的，所以我們去到那裡應該都是很少東西講的了。看看就可以了，是不是不要吵住別人生活，好像覺得你是一個很丑八怪一樣的古怪的人，是不是？ OK, let's go。附近就是江邊啦。咁多長輩喺度嘅，相信佢哋都係喺附近嘅廣州酒家飲完茶，然之後嚟呢度搭公交。因為呢度有公交站，你哋都睇到啦。
我哋依家就进入个波立佛玩法啦。其实呢度好似有种香港嘅感觉，系咪？香港嗰啲豪宅啊，都唔算豪宅嘅咁，咁多人，一层楼咁多人，系咪？佢哋空調嗰個框嘅設計都幾好玩嘅喎，你覺得俾我覺得有啲似日本多啲咯。里面仲有一个养老院呢，都唔少车嘅喎。虽然啲巷仔好窄，哎，仲有公交添。好危险啊！我头先把车撞到个公交啊！我等佢哋过咗先。点解要咁解？我们正式去到波流，波流街。你看不看到建筑风格突然之间转变了，变成这样，它有些西瓜的味道一样。其实如果行去嗰边嘅话，应该冇咩行噶啦，因为全部高楼大厦，所以我哋都系行翻呢边。我哋行呢边边好啲啦，咁行呢边啦，冇咁晒。我觉得好惊啊，后边啲单车鼠鼠相咁，从我身后飞过嚟啊！我唔好撞我啊！冇买保险噶，哎呀，点解放大咗嘅？好似冇咩特別嘅地方啦，我一度懷疑我係咪行錯咗地方。我哋入去裏面睇下，可唔可以入去啫？好啊，我哋入去裏面睇下。哎呀，嗱呢個係。德和新社居民區，入去睇下。啊，我調整下方向先。
喺度炒菜嘅。依家大概十一点，十一点左右啦，十一点左右啦。之后咧就系、是、煮饭嘅时候啦，我都闻到周围都好多油烟味道，好肚饿。到呢个肚我谂起我之前发过嗰个朋友圈话入侵主题嘅朋友圈，你咪觉得依家好似有啲入侵嘅感觉，因为好似古代风格同埋现代大建筑之前之间嘅冲突系非常之明显啊！好像我們鄉下一樣，門都不關，即是街坊之間相互信任的感覺，真的 OK， 很 perfect。 你看不看到經常都有看到有門打開，直接可以看到家。那些老人家很悠閒地在那裡撥扇。仲有人喺度晒嘢添，应该系北旗吧，定系黄旗啊？唉，我都唔系几识，估下估下。我哋發現好少人開空調，我喺度行得咁啊！我見到呢一家喺度開空調，睇唔睇到？其他咧，佢哋都係自然風，因為真係好涼爽。好，我哋行到最尾。
喺度啊！我嘅主人突然之间行咗出嚟，我好惊，我先走先。哇！呢度仲有金鱼啊！佢唔捨得我，唔捨得我都要走啦。都聽唔聽到呢度仲有人裝修？好，後面就係市場啦。市場嘅話就冇咩得睇啊。咁我哋轉翻個頭，翻嚟睇下呢個。嗰種感覺咧，真係好難講出嚟。咁我哋行出去啦，從呢邊。